有一些朋友并不是看好我们的选情，但是我们相信从不满意度的对执政不满意度这么大不满意度啦，我们就让看出来说，那么整个这次的选战仍然有翻转的机会，那么这个翻转的机会是等到人民在最后觉醒需要改变，不改变台湾没有机会，不改变台湾也没有机会，所以我们这对整个翻转呢仍然是充满着信心。整合的是社会啊，不是整合我啊，你要整合的是最基层的这受苦的人，怎么让他们改善生活，要整合的是社会，这些中小企业大家苦哈哈，是要整合的是社会啊，不是整合我们，我们是代表的社会在发声啊，不是个人的权威的问题啊。那昨天陈时信退选嘛，那你有没有因为毕竟在现场时期他有担任两任的局长，有意愿找他合作吗？基本上陈局长是一个非常这个尊重伦理的，那也做人很厚道，那也是一个没有什么这个名利野心的人，那所以我个人一定会再去拜访他，那也寻求他的支持，那我相信呢我们两个一直维持得很好的这个感情，就是对这个同事情谊还是都维持得很好，那我想这个我们会去拜访他啊，那这个也当然尊重他的各项的选择。那主我今天因吼要来登记市长参选人，我是真正用心用真要来表示讲，阮全家伙仔人对台湾这块土地，阮要来好好啊来甲守护落来。阮绝对要甲台湾加留一个大自然的公园。阮嘛无爱，予台南市搁再加一个有毒的掩埋条，伫迄个河川的顶游。台湾有哪里不能掩埋？袂使讲为着要处理一寡有毒的物件，啊，着乌白坑。你应该污染的所在，你着继续去予污染落。你毋是，大家都要污染台湾地势较短啊，尔。你母到尾啊，要留予子孙啥？我着是为着要留予子孙一个大自然的公园。阮一家伙仔人唔当会徛出来，阮一家伙仔人绝对无可能讲用阮这个政府继续搁再来污染这个土地，要留予子孙的，就是清气的土地，绝对无爱留一个垃圾地予咱的子孙。谢谢大家。七当的奋斗，这七年来的奋斗，我们是付出比这200万多了好几倍了，所以这200万，阮就甲当作讲。这就是身份爱做的嘛，这是身份爱付出的，阮无感觉安那啦，拿得回来拿不回来，不是阮考虑的，阮考虑的是希望咱的百姓会当把这块土地当作讲真正要保护落来，有果会当来当选市长，我甲大家保证，全台南市民会去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台南城市，会去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执政方式。这就是阮想要卖，阮嘛唔是讲吼，凊彩讲讲的。